头啊。我给他个绿色金柳球，嗯，他没有啊。你男孩子，那你围吧，牛角已经切完了，邀请你围吧，去不去？去啊，去，我会给你弄个。那你招呼妹妹，我可弄个。帮忙把妹妹带好啊。再一圈。如果你喜欢弄啥？哥哥只晓得起，哥哥是个起活。真的吗？不是的。这个是乔治喜欢骑的牛尾巴，这个尾巴跟他留住。哎呀，云里雾里，我在弄尾牛尾巴，等到你们来骑哦。不画，不画。哎，你这不好没有啊？不好的。我省的，我能骑，好不好？好。这条牛尾巴是你的，牛尾巴，你的。是你的。好，那等会儿你骑一条，你跟他们讲啊。好的。你帮我干柴火。好的。我一盘。哦。不挂，不挂，我喊你不来啊。能搞噻。我给你出个题，好不好？好，你说。你不就不算了。那你先给我出题。给你给他10块钱。嗯，给10000块钱。你买了裙子还有10块钱。你不够吧，好大方，好有钱了。那个裙子好多钱？猜。我哪晓得的？你猜。我你哪猜得到的裙子好多钱？一。我给你。100，那我还剩9900块钱子，对不对呀？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个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这条个山，山里有个庙。”小和尚说：“对，老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哈哈，好好好，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那个故事蛮好听，我给你出个题啊。你在我屋里吃饭呐、我给你夹两个鸡腿儿啊，又给你夹三个鸡腿儿啊，你问几个鸡腿儿？姑姑，再不夹了，只吃地上一个，你让我吃吗？好，我再跟你说个问题啊，你我给你，我在你火包里捅四颗糖，然后你的四颗糖掉了，你还剩几颗糖？不过，那火包有毒啊！这样啊，姑姑成功的吃完了。姑姑，小子，小子你在玩什么？玩什么？给我玩哈。嗯，你跟你。你不是跟我玩的吗？你太傻了，我不跟你玩。不过不是啊。我给你出个题目。好，你说。我知道了，你玩猪吧，你就再也不能玩了。不一，你说。你是鸡。你是一。我在你说的手指头。哦，那你再说一个。新华字典有几个字？新华字典呢，有1300多个字。我给你说一下，新华如果有10个字。那你再说一个。那牛儿有几个头？牛儿啊，有一个头。那还有几个头？你忘了小头它有好多毛。还有3毛。羊有几个头？一个头。有几毛？你是毛噻。那为什么呢？你又忘了小头为什么呢？别玩了，别玩了。他为什么呢？为头发。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我保证答对。不过那是一个砖，一个头发。有一个你爸爸。还有什么名字？宋江、吴用、吴用、吴用。如果你还说头发，我一个人就行了，你就在那里吴用。牛角
猪好不着，那也可以牵的。我一看就没猪。那再帮忙搞事啊。不要。快点帮忙洗。不要。男子汉嘛，你自己要洗东西就自己来帮忙嘛。那我可以。我不拿的，收你这件。我好歹就拿一个。杀了一个猪、杀了一个牛洗牛肉嘛说起不可的啊，不要你们搞的，我自己搞。多一点。好，那我可杀个，你让开些，我可救猪个。一人翻过江南，烟雨锁惆怅，听得湖旁轻悄悄。心里只所笑，花船箫鼓声声唱，戏曲断人肠。谁家墙头有梅子芬芳，人间一场烟火，也曾盛开过。可惜人在心窝，从此孤独活。沈呐，沈呐，沈呐，怎堪再斟酌？可怜良辰无。起来，起来，起来！哇，起啥啥呀？哇！啊！你们哈光脸皮，不保持厉害的，脸蛋有点小。哇，好紧！哎。怎么背个萝卜来哟？不过啊，你不过龙，我就把你给弄了。好，那我给你弄个，我给你多如期。老板，等等。
春江古上春长几曲断肠谁家墙头有梅子芬芳人间一场烟火你曾盛开过可惜人在世我终成孤独活江南花一条龙今看才沉着可怜两船哇你要录彩呀我这早上这东西都还要忘记还啥的我们赶紧做呀可以我赶紧好了马上都不错姑姐好姑爷那我喊总子喊我小子宝宝小子宝宝我侄子哎咋的我们拧吗你哪来的啊我们这个辣椒皮多大一口气哎小子你喜欢吃哪的哇塞啊小子好好的喊他们来接受。不过那个还小呢我给他们接受。可以关。你把你哥哥关在那去好不好哎叫他们洗壶水呀。来呀来起啊。啊我辛苦打出来。五谷同志好不好吃五谷同志好吃还记得嘿嘿我躺啊哦你的哦你的用蛋糕啊河去挂河去骂公的东西来的有被河去骂公的狐狸锅吗燕子是的拿绳子中间我已经把它勾搭起哪又是绳子我来围起来给你砍掉好就不能偷砍掉好我不偷砍我没看到我没看到啊把眼睛蒙起我砍了哇嗯我来偷砍呢你的好朋友不能出现的哦哎你不能砍到我说 OK 你才能把眼睛睁开呀哦OK 你喂娘哥 OK 那么那恐怖从哪的还有不打没打的你恐怖从哪的恐怖从哪恐怖从哪的怎么办喽嘿你哪街都给我框来的呀不一定这个抹鱼来的哦好嘛你出食材呀我出技术我们一起搞事是不是的好的啊我扶着呀我扶着搞桶子你不能够解锁一口我扶着把它洗干净巧嘴你想不想这个东西熬人那不能让你洗这个东西等会儿到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就帮忙好不好我可解除可你洗你好拿洗哎哎乔哥你不可了你好好滑你要想到你姑加油啊好加油你小心一点不要给我滑倒的好的哎哎人间一场烟火你曾盛开过可惜不会修到免片杀人的来哪个不听话打哪个听不听起来哎哎巧子你那个都搞不成事的你们好大一股热气哦这么开心你要忙活我的忙呀你再不要在这里锦上添花呀等会儿坐等会儿坐等会儿坐啊等会儿搞完坐小子你帮忙把这个抹平了我怎么还不着搞平了
江南花已凋落，怎堪再斟酌？可惜良辰无多，青丝无人说。可怜良辰无多，青丝无人说。可怜良辰无多，才难与人说。我肯定还是走雨侠。姑姑，我错了，我在这里打招呼的，我在江湖上跟你打招呼的。姑姑，出来接活。姑姑，哎，你们在哪里看的？你们提恁大个鹅在哪里口的哦？在哪里口啊？不在哪里口，还牛鹅呀你？爸爸陪到你牛啊？晓得牛的今儿来去了，我们前来打个火。打个火呀？那脑快高上来，真缺台。先灌点二锅头，最后切八块。谁言白昼在他乡？红尘皆不过，暗数今孤帆泪两行。小子，小子。你好些没有啊？没有啊，那姑姑的饭弄好了呀？姑姑有好些。吃个大鸭腿啊，行不行啊？大鹅腿。那姑姑忙着呢。咋这么烫呀？别好烫哦。啊，姑姑把菜盛了，再给你搞啊。江南花已凋落，怎堪再斟酌？弄到几番了？翻出来的？乔子？这够多盐的。姑给你搞的鹅腿呀？姑今天弄的好好吃哦，怎么办呢？我还是要吃点，吃点啊，好吧？吃点啊。那还是吃个大鹅腿噻，好不好？我搞的鹅汤，那你搞点汤好不好？走，我们来吃饭去。乔子，把你鹅腿切好啊。把它切好，真棒。那你吃饭。好，谢谢姑姑。吃米饭。好。要不要给你煲点汤啊？嗯。好，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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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些不得？哦，没喊呢。哎呀，好多的。哎呀，真棒。乔子，今天把你辛苦了。今天那个鹅嘛，好吃的。下回姑姑想吃鹅的时候，你又给我送一个来呀。嫂子他们大方，他对姑姑好大方。姑姑再不能背大白鹅吧？再不背大白鹅，那背什么？因为今天背大白鹅，你没吃到。不是的，因为你哪来的一个，然后屋里没得的。好的嘛，那边屋里还有什么啊？我耳机。Nice。哇，姑姑，我喊你听不到啊？那高啊！我屋里没得好吃的呢，你屋里还有没有好吃的啊？你那个鼻子尖了，晓得我在搞好吃的。那是的，我蛮聪明的。哎呦我的妈！快来啦！来啦！终于找到你个好吃的地方了。姑姑，好了没有啊？没有啊，我也不晓得好不得。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啊。好，拿一把火关去。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到，我都不敢看。我打开，你手不能，你躲我旁边，躲我后头那样。
哇！我要吃。丫丫，等会儿。嗯。你好像不好吃，我再尝一尝看。好像一会肯定不好吃，不过还是白了。啊！你该死的！哼！那饺子，饺子，饺子！哈哈！姑姑给你开玩笑的。哎呀，你不跑的，你不跑的，那嘴巴张开。啊！哇，好好好的。好吃。嗯。嗯，好吃，好吃。是好吃。嗯。好吃，我们要不要跟别人分享啊？好。有啥个分享啊？我这个爸妈妈。等会儿着，等会儿着，等会儿着，再给妈妈拿一把果子噻。你先拿一把，妈妈才晓得好不好吃。快来，给妈妈先拿一把，要不然她不晓得你个好不好吃。吓死他！哎，要不然你妈妈她都不晓得我会弄爆米花，是不是的？啊，慢点啊，拜拜。啊。慢点啊，把妈妈喊来呀。不过妈妈还要求进来。那就把妈妈喊来吃噻。听到了。哦，慢点啊。好。嗯。来了来了，哥俩！不哭了不哭了，咋了哥？哎呀，咋的花生呢？你还提那个花生呢？跟姑姑说来着，跟姑姑说花生来着。姑姑啊，姑姑，我看你听不得到，我听到的，我给你送花生来了啊，谢谢。这两个花生是给我的。好，等一下，给我哭了。那个花生是小飞机。小飞机，好好，行，那你先抱着啊。我们两个别再哭，就是给我哭了。啊！你不讲武德呀？啊，你一点都不讲武德。你能不能陪我玩一下呀？可以呀、啊。好，那就是给我哭的，你就是安静啊，安静三秒钟。我看你的眼睛水肿，是不是一滴眼睛水在你的？好，我再说。等会儿了，我还有点鼻涕呢，你这有点鼻涕，那鼻涕怎么的？哎呦，这流出来了。等会儿了，等会儿了，等会儿我接点鼻涕油，接点鼻涕。嘴巴里面的花生，来给我啃个花生果，让我嘴巴里嚼。哎，没张嘴。啊。你连哭。嘿嘿。嘿嘿。你看，树也找不到，植物也找不到。嘿。嘿。姑姑。姑姑。啊。我有没有花生来的？我不要。哪有嘛？哎呀，你年年都给我背。嗯，就要就要。爹没得娘水的时候给我背，你现在还给我背，我不要。我不要花生。不要，不要。求求你们，我喜欢你才给你背，我不喜欢你我得罪你。那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哎呀。要我你别忘了，再见。哎哎哎哎。哎你怎么把我的花生没人收着？哎哎哎！哎！乔子，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是要把我的花生拿去喂狗？对呀。是的。来，过来，走出把那个花生一块块捡，捡到筐子里面，你拿去喂。那你得期待呀，你要快见咯。好吧。让你还搞过噻，搞过来自己见。又吃冬瓜地瓜的，姑姑，帮忙见呐。我才不帮你见呢，你不期待，你快自己见呐。自己搞过的事自己承担。嗯，
是不是的？那我才不帮你点呢，才我叫你自己搞破的，又不是我给你搞破的。能捡吗？我不帮你捡。然后花生就没了。哎，那是你搞破的。那你花生是你搞破的，你自己搞破的事你不承担啦？我不要爸爸。那你回来帮我捡花生。哎呦，真的是，那你明天不给我送花生的，我真不要的。不给我送花生的。早晓得帮他捡的，你搞得一人在那里捡。如果你不回来，那我给你跳个舞好不好？那你那样不告诉我吗？我给你练武功呀！好呀好呀，是我们讲师去了。这里从前有座山，山里一直有个庙，庙里有个小和尚，他们正在讲故事。这里有三个小和尚。欧家沙皮身上，他们打断内地又说声安托和各中央。有个老师他很忙，他的脸都从不慌。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他最吃香。从前有座山，哦哦哦哦哦，山里有座庙，有座庙，有座庙。最宝，最宝，最最最宝，最宝，最宝，要努力练功。谢谢大家。再见，姑妈，姑妈，我喊你听不到啊，姑妈，姑妈，啊，我喊你听不到吗？我得喂妹妹。你喂我碗吗？我得喂妹妹吃的呀。嗯，不要，你就喂我碗。好吧，没有喂碗。好，姑妈，你给我留金，还有。哈、啊？还会接牙呀？你还有牙尿？对啊，刚才是什么声音？刚才是什么声音？把里面接出来的声音。刚才不是在过放屁的声音吗？不是的。站好，我问你，小子，你有牙呢？什么牙呢？啊？你有什么牙呢？都当爸爸妈妈带我去考驾照的牙呢。考驾照的牙呢？那你又不想当司机？那你两岁的时候，你不是想开挖机的吗？长大的变化不一样，时代在进步。是这样子的、啊，那怎么办呢？怎么解牙呀？好了，没得牙龈了。这样就没得牙龈了。还没牙龈？哦。姑姑，姑姑，我喊你听不到吗？大家好，我是乔治的姑姑，我来参加最美新农人活动了。这次来的有很多书记和达人，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下，看有没有你们认识的。朋友们好，我是谷歌徐志新。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杨二阳。大家好，我是杨博士。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安康的，我叫华沙。大家好，我叫新翔，来自湖南常德理县。大家好，我叫北大谢玉珍，来自贵州。大家好，我是崔书记胡大斌，我来自山东曲阜。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的小王支书。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南平浦城中信镇塔西村的闽江源农村的吴书记啊。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南平市的江边筑梦人朱书记。筑龙兴隆倡议，我们是新时代的新农人，我们是新时代的新农人，我们走出乡村又回到乡村，我们带着梦想出发，又心怀感恩回家，振兴乡村，运动到远，来吧朋友，与新时代共舞，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用智慧传播乡村热，汇聚你我的光与热，用一生热爱把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书写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乡亲有所呼，我们有所应，
不服我当陪我去。乔子，乔子，我没带水果去的，帮我摘点水果。我跟你讲，你不心疼我就没得人心疼我的。姑爸不是心疼你吗？姑爸总是在心疼弟弟妹妹。好嘛，你不生气，我帮你个哥哥。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今天就是美好的一天。哎，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呢，跟着姑姑玩好不好玩？不好玩呢？好玩，我比谁都还。姑姑，你是不是故意没听到啊？对呀，我是故意没听到啊，因为我觉得你叫姑姑蛮好听啊。那我提，走啊，姑姑帮你提。走，我们去摘瓜去。要哪个瓜？好，跟他摘一个小一人瓜，你回去一个人搞个小子去，好不好？哎，轻点摔！摔咋的了？皮的不要紧。你出来我看一下嘛。来，叫姑奶奶给你掰开，你去，不要紧的。你记不记太甜了？啊，我不去，你去。不客气了嘛，不要客气，你去，要点啥就上嘛。我不上，你自己去。好，那我给上一口。嗯，真的好甜呐！我吧，熄火了，我叫你他妈挂上！好抱歉，啊？今天开不开心？开不开心？我刚才今天是准备好的一点。